还记得2020年我们曾经玩过的《剑与远征》吗？罗万就是罗万，谁叫罗万？又是一个罗万，我又给罗万龙宫，又是龙宫，我龙宫，我龙宫，怎么还给我龙宫？我又是罗莎琳啊！我给两个，回本了，回本了！我两个子，而且给一个罗莎琳，又给一个棺材。这个是奈拉，又是奈拉，梁子国王也不错。哎，等一下，梁子还可以。罗万哦，罗万哦，罗莎琳哇，卢修斯，单挑出猴子。哇，我就抽了一次，人家是7次保底，哇，就给了。哇，我真的抽两次就可以得到一个凤凰，就来了。哇，可以单抽，单抽出奇迹，直接抽直接给凤凰了。哇，我这个648有点值啊。爱豆女妖又给了一个女妖，我靠，哇，又给了一个，哇哇，三子，我是挂逼吗？太屌了，我10连抽直接就三子，多少人可遇不可求的三子。哇，说紫卡到，好吧，又给一个塔西。哇哇，10抽有3张。哇，我今天10抽有2把都是三子，好吧，太欧了吧。剑与远征我们当时充了33000，视频做得非常精彩，但是很可惜我们没有玩到光明和黑暗两套卡片，因为33000在这个游戏里面只能打打水漂。这次我们开始玩一个新的游戏，叫做九州异兽记。这个游戏和剑远征非常的像，只不过它是由山海经 IP 改编而成的。这个游戏抽卡的成本相对于比较便宜，并且我们这次预算会多一些，所以我们应该是可以玩到光明和黑暗两套卡的。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会正式开始玩这个游戏。这个游戏明天上午10点正式开一区，以后每天10点会开一个服。我计划是每天预算500左右，我们先玩一个月，把这个游戏东西都摸清楚，之后我们再去新区搞一个大的，把游戏视频做到极致，做得非常的爽，让大家看到非常棒的视频，这是我们的初衷。想上车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另一个置顶视频左下角，它就有一个下载的链接了。我们也欢迎大家明天一起和我们玩这个游戏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明天早上见，拜拜啦。